生活中如何将佛法应用在面对贪嗔痴的状况。就像很生气很笨，当处于陷入很大烦恼的时候，要怎么从那个烦恼中跳出来，就大致上是这样子，就是至少不要写那么吵，好不好？那么第二个问题说，对犯下戒律，特别是很严重的戒律的人，应该要怎么样帮助他们？第二几位秘语，这张网出初位的告诉他，你就是特别的确定，你看见前面怎么样？就像地木，就像地木他们协商，顺便目标顺当解决，给他看见钱。那个大有利息的，他们不来就没修。我说主牌子，我对吧？就这个没有劲儿，就是这样的，别那么大火了。东西嘛，东西用不着，这东西他们都心里有嘞，怕不好弄。东西就是因为没把保护没少，造成他们少，造成杂的也少。这都这样用了，哪里买就造成杂的，这是这样的，这样呢，这里用那个杂的，也是用那垃圾，是不是？人呢，还是阿妈就是保护就是保护，只要辛苦了。不过我不要那个嘛的，不过老公光不生那样用嘛的，不过多半我是有家有了的，只要进步了的，我们长沙也做不了的，包括出门都不了，只要他长了，我拿不过只要我长不过嘛，就就得用嘛，我嘛不是什么，你只要好我就能用，只要好就能用，啊，不错。那这个问题呢，首先呢，从世俗意义上来讲，就第一个要了解这个因果的道理，知道业报因果，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想我们所要想得到的是什么，我们说呢，我们希望得到快乐，那么这个快乐的因是什么呢？事实上快乐的因呢，来自于我们的慈爱，我们的慈悲心，进一步呢，我们都不希望得到遭受到痛苦，但是呢，我们就一直在遭受痛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痛苦的因，它是来自于烦恼的。那么呢，这些烦恼的根本又是什么呢？这个烦恼的根本呢，来自于我执。因此呢，我们说，如果能够升起这种慈悲的心念的话，那么就能够斩断这个我执烦恼的。所以呢，这就好像说母亲对待子女一样，因为呢，对子女有那一份那种慈爱心的缘故，所以呢，他不会随便的去对子女呢就升起很强烈的嗔怒，也因为呢对子女那么慈爱的缘故呢，所以呢他能够就是随子女所需求的，无论是钱财各种所需呢，他会尽力的去给他们，内心里面没有任何这种贪着的，也就从慈爱心，所以呢自然的就能够断除这些贪嗔等等的这些烦恼，所以呢这是第一点要修行的。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说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那么都不是如同我们自己的，没有一个不是我们父母亲的，所以呢对待所有这些众生都能够如母带子的这样去对待他们的时候，那自然内心里面升起的这样的慈爱心，那么也就能够断除种种烦恼。犯下戒律特别是很严重的戒律的人呢，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可惜秘籍啊，或者懂吧，懂吧，恰说，懂吧，恰那个肯定忙着，如法感觉起。哦，小吧。啊，别想那些秘籍，或懂吧的啊，谁如法的一定啊，做吧。你是话长一点，老大，这话儿你注意点，这话小对的话就对了，这话小呀的话就你去放过了，就可以。这话其实太久了，啊，我一直这样那样的，我想起来怎么不怕了？我从这个时候，那个时候，他们都哭着了，哭着了，那个时候，累，我就怕累了，哭着就不行了，累了，
没谁不能帮我们的事，因为我下火的，因为我从来不下火，我地主种上不能帮我们，我学当有人要来帮我们，是吧？我上了那个大学，我地主那些的，很有上进的，帮我们说说话说，啥就这么，他们下火就不对，不是？为了学当那个，我学当最独家的，俺这么多是最好的，这个学当不放过算了。你老没得冲了，写到不了，都是不要的。看不消化，消化就是什么都写到不了，消化就是什么，我们冲了就罢了。这消化的东西，让那个小伙大军，再没人能忙活什么个一把军，什么呢？用我军去，别人写到我军去，这看我写到什么写到东西了，一定要这样子拼搏。有的要在学堂要做命令，要在那个什么，那么从学堂问哦，学堂狂要我，我们出发就我家了，是吧？一定是去那去操一下，操，让你忙活了，别别走了，这个操不着啊，是吧？肯定要找结果啊。就最主要就讲到说，过分这些重大的这种戒律，比如说杀生、偷盗等等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透过忏悔来加以清净。我们说呢，恶业呢本身并没有什么样的功德，那恶业唯一的一个功德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内心升起忏悔的意念，然后加以忏悔，能够清净。那么因此，例如说啊，造了这种杀生的业，那么在那个当下呢，之所以会杀生，是因为内心里面呢具有这种无论是起于贪嗔或者痴的这样的一种动机，所以呢才会去杀害。造杀生的那个业，因此呢，对于杀生的这样的一个恶业，破坏的这样的一个杀生的那种恶业呢，在那个当下呢，我们内心所要忏悔的是什么？忏悔呢，自己的那个烦恼的动机，因为具有这个嗔的烦恼的缘故呢，所以造下这个杀生的那种恶行，所以呢，在这当下呢，为了要遮止以后不再去。造作这样的恶业，所以呢，你需要去思维，因为嗔心而造的杀业，那么这个嗔的烦恼呢，它会让我们感觉未来堕成的地狱有道，因为贪心所造的杀业也好，又因为贪心的缘故呢，会让我们堕成一个从恶鬼道等等。对于这样的道理呢，内心里面呢，要不断的去思维跟了解，最后呢，内心里面真正的升起一个很确定的意念，这个杀生呢是非常不好的。起嗔恨、起贪的烦恼，这是很不好的，所以不可以升起嗔恨心。那么内心里面升起这样一个决定的这种确信的时候，很自然的，以后当你碰到一个对境，会让你生气的一个对境的时候，你自己就会觉得我可以生气，我不可以，可以造杀生的业。你当下呢，自己就会去救治。因此呢，所谓的忏悔，是从自己的内心去做忏悔，而不是只是口头上的念诵的忏悔，这样的忏悔是。没有办法能够真实忏悔的。总之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犯的这个业上面呢，那么自己要去思维，我今天造了这个业，那么在未来呢将会感得怎样的一个恶果？那么呢，我现在内心里面具有这个贪嗔痴三毒的烦恼，这个烦恼的缘故呢，它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些过失？内心里面要不断的去了解自己的这个意义，最后呢，从内心里面去发出忏悔，这是最重要的。今天没人的这个问题你说了东巴切嘛的逆行的这个东巴切呢就是没人的空了这个我肯定是切图的肯定是空都是一方的生养方生就是挖人我第二东巴切当一方这说说我觉得少话肯定有小话肯定有别人不知道，你去协商了，这差不多做工了，那多少小花钱有了，小花钱都有了。人呢，就多破烂一点，破烂一点吧，破烂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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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这个花钱。老师问的问题说，这个问题呢，主要是问的说，是其他的人有破犯，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所以我们就讲呢，事实上呢，对于每一个有情众生而言呢，都是一样的。当我们看到众生因为过戒、因为造的恶业而在受种种的苦的时候，
我们内心里面呢，很自然的会升起那样的一种悲悯不忍的心，就是说呢，我们内心里面呢，看到这个情境，然后就为他呢去做忏悔，我们希望呢他能够忏悔清净等等，这样的话对他也是会有帮助的。就好像说我们看到有这个众生死亡了，然后遇到那种死亡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呢升起一种悲悯心之后呢，为他念佛，就回向给他，对于这个亡者呢是会有帮助的，是同样的道理的。那当然呢，这个恶业的破坏最重要还是要那个造作者自己真正的发自内心去发无忏悔，那么才有办法真正究竟的清净的。那么其他的人，我们的顶多只是说能够这样给他些许的帮助，但是没有办法能够忏悔清净的。